宝贝儿、啊，哎呀，这里是走廊，咱们进去。小兰，后，你这回装什么？我偏要在这搞、个，搞得你遇上欲损，让所有人听听你有多骚。明哥，明哥，你轻一点。早知道就不让你嫁给楚云那个废物。老公，喝药了，我扶你起来。<coughs> 三爷，我这绝症治不好了，是我拖累了你。说什么傻话呢？你会好起来的。今天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，等会儿你还要陪我看日落呢。好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 嗯啊，这谁呀、啊？怎么乱发消息啊？ 明哥，明哥，你轻一点。要松啊，下面居然是真空的、啊！讨厌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？我哪用天天在那个废物面前装贤妻啊？你不向着我就算了，还这么欺负我啊、哎哎哎哎！我杀了你们！杀了我！ 就你这身体，韩彩云，这个贱人，我什么都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背叛我？为什么、啊？你还问？你看了你现在这样，还不知道啊？啊！老公啊，既然你都发现了，那我也不瞒着你。反正你们楚家的九神玉录丸药方，我已经得到了，也已经验证无误。你呢？ 好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。韩彩言，你这个贱人，给我戴绿帽子，骗我祖传秘方，我跟你拼了！啊、呃、啊！不自量力的狗东西！一文钱不值的垃圾玩意儿，带着他真让我恶心。叫几个小姐啊！ 来金朝三幺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你招妓嫖娼的消息将会是明天新闻的头条。从今天开始呢，韩家会宣布跟你断绝关系。祝你好运吧，废。啊。<laughs> 我还想着你会如何接受我的传承，没想到是如此境遇。你是老祖，拜见老祖。罢了，时也命也，老夫现将毕生绝学传授于你。 通天眼、鬼谷之珠、玄天塔，这些都是精神绝宝。希望你经此劫难后，能开窍寻鱼，勤于修行，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。嗯啊啊啊啊 最后，十一点服务也一并交代你。衣冠中有一份秘籍，如今楚家境不好，你可以再去收租，来改善一下楚家的境遇。多谢老祖。龙祖有百年历史，为龙国专门管监地下江湖世界的组织。 老夫生前为龙啸，你亦继承老夫龙啸之位，效忠龙国。儿孙明白。五帅、嗯，龙土新增一名龙啸。 虽然是百年前的龙纹令觉醒认主，此人擅长医术。弟弟，弟弟，你坚持一下，姐姐带你去楚家中医馆那，那可是江北市民间最有名气的中医馆了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姐，别白费功夫了，他们都束手无策的。<是>这俩人找我家中医馆。 哎、嗯，寒毒！你会医术，你有办法救我弟弟吗？这小子命不该绝，我刚得了老祖传授的方法，你没什么治疗寒毒的办法，先扶他回房间，我替他施针。这是什么针法？我见都没见过。这是我们楚家祖传的针法。 他体内的寒毒我已经暂时压制，三日之后我再替他施针。<laughs> 我们这几日就在京城酒店，明天晚上来酒店就行。不必客气，医者仁心。<laughs> 楚哥哥，你花钱点的特殊服务到了，我会好好伺候你的。 下流胚子，居然招妓！不许动！扫黄，都给我老实点儿！婚内出轨嫖娼，真是个人渣！安小姐贤良淑德，他居然招妓！渣男！得了绝症还管不住下半身，狗男人赶紧死！ 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啊啊啊、我知道你只是一时糊涂，是我不好，我只顾着工作，忽略了你。我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你俩快点去死！孩子得辛辛苦苦挣钱，他拿着钱在酒店嫖娼，瓶窝八蛋！把他关进去牢底坐穿！安彩云，你给我滚过来！爸，你过来 我樊、嗯哦、家乃手上清白之家，容不得你这样的脏东西。从今天起，彩言与你离婚，樊家与你再无半点关系。不要！ 我不要跟你离婚，韩彩言，你们别演了行吗？我看着恶心 <coughs>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冥顽不灵。早知道如此，我就不该眼睁睁看着彩言嫁给你这种垃圾。<coughs> 你们这群奸夫淫妇，别在我面前装了、啊。<coughs> 老公，我知道你着急嫖娼是有苦衷的。 我不怪你，<laughs> 不会有人相信你说的话。废物，从此以后，你就是一只人人喊打的臭虫，江北市没有你的容身之处。自己婚内出轨嫖娼，居然还污蔑韩小姐，这个狗男人好贱啊！小娼赶紧化圈阉割。韩小, <laughs> 小姐真是打了八辈子血霉了，遇到这种垃圾。好了好了，都让一下啊。 等等，这个人我们收下了。怎么回事？居然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，救走了楚云。多谢陈帅出手相助。 只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不过本帅倒是好奇，你身为龙啸，怎会被人算计至此？是我人的了，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韩家跟李家，他们骗走了楚家的九神玉露丸的药方。对付这两家，你一人也难敌八方，不如跟唐门合作。东唐门少主唐清飞带着他弟弟唐思聪前来江北市求医。 三日后，他会在金朝酒店举办一场会诊宴。我不久前遇到了姐弟俩，已经替唐思聪压制了寒毒。没想到楚龙啸，你已经和唐门有了这种关系。不过三日后会诊宴会照旧举办，届时需要你替龙祖秘密拉拢唐京飞。陈帅放心，我定不辱使命。我身为龙啸，当为龙国尽绵薄之力。这张方子可强化人的筋骨。 龙国战士作战能大幅度降低伤亡。多谢。人没撞到，连试帮楚也你们也查不清楚，一群废物！老子花钱要你们有什么用？算了，反正初遇身患绝症，是将死之人，不用管他。唐金飞会诊宴的邀请函。 这可是我们搭上唐门的绝好机会，我们可得好好表现、啊。姐，我韩都不是假了吗？你怎么还要举办霍诊宴？那人太脏了，他的医术我不放心。再说了，又不是他一个人医术高超，我再给你找个人瞧一下。 这里是江北市的晚间新闻。今天下午两点左右，韩家女婿楚雨嫖娼被抓，导致韩氏集团股票下跌。随后，韩家家主韩思成宣布韩彩言与楚雨离婚，韩家与楚雨再无瓜葛。男人不自爱，就像烂白菜。废物、嗯，啊、你们这对狗男女还来干什么？来、哎、看你还能活多久啊！ 你们死了，我都不会死，是吗？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呀！万一没撑住，一命呜呼的，那可就不好玩了。哼，韩家可真厉害，我都没去民政局都能办下来。我还以为你有神秘人相助，天不怕地不怕呢。楚玉，哦，对了。 忘记告诉你了，你楚家的这款玉露丸秘方已经被我韩家注册成商标了，马上就要举行发布会了。说完了，说完了，赶紧滚！怎么啦？生气啦？楚 <laughs> 雨，过两天唐门有一场会诊宴，到时候会有很多医术高手到场，要不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？ 说不定我还能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带你进去，你这个绝症呢也好好找人给你治一治，你也好苟延残喘一阵子。啊。海言，你干嘛跟这废物说这么多？他这种垃圾活着也是浪费空气，根本就不配参加唐门会诊宴。好啦，你可别逗他了，万一他一生气绝过去了，那我们找谁说理去？滚，给我滚滚！ 初雨，你可一定得好好活着，好好照顾自己，等着看你楚家的秘方为我韩家发扬光大。李阳明、韩彩烟，我发誓一定要让你们好看！你怎么来了？难道你弟弟的寒毒又发作了？不应该啊！ 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还是嫖坏了吗？这是我家开的医馆，我当然在这儿。你，是楚正英？那是家父，在下楚云。你爸呢？我要找他。我爸半年前回乡下了，这家中医馆由我接手了。就凭你，有医术没医德的臭渣男，呸！晦气！唐清飞，我没有嫖娼，我是被冤枉的。 都上新闻头条，你还有脸狡辩？眼前就一定为实吗？懒得理你。<laughs> 干嘛？你还没告诉我你来楚家中医馆要干什么呢？当然是为了我弟弟的寒毒而来。不过既然现在这家中医馆由你接手，那我看我也没有必要求医。你这种渣男，不配来我的贵枝宴。本质上，这个世界上除了我，没人能治你弟弟的寒毒。 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要真这么有名的话，早就在医学界名声大噪了，还至于靠嫖娼上头条吗？我都说了我没有嫖娼，我是被冤枉的。那个妓女不是我招。你等等等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会为我弟弟举办会诊宴，到时候医学高手云集，我就不信除了你，没有人能治我弟弟的寒毒。你若不信，敢不敢打赌？好，赌就赌。你若赢了。 我嫁给你都成，但你若输了，我要你自废医术，从此不再行医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会、嗯、诊院上，我会名扬医学界。不只是唐青飞会后悔，韩彩嫣和李阳明这对狗男女也会遭到报应。感谢各位医学界泰斗来参加我的会诊宴。 静妃在此，谢过诸位。唐小姐言重了，今日能来参加唐门的会诊宴，是我韩氏集团的荣幸。唐小姐是唐门第一美，能一睹您的绝世容颜，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诸位客气了，这位便是设定，他出身自带寒毒，唐门也束手无策，我这才带着他四处寻医问药。若各位有人能治他的寒毒，那我会为其办三件事。 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唐小姐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啊！不仅仅如此的，这也是在医学界扬名天下的绝好机会啊！我不是把邀请函撕了吗？难道他听出来了？为了参加会诊宴，他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楚雨，你好大胆的胆子，胆敢擅闯唐小姐的会诊宴！楚雨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楚雨，嗯，这不是韩家的那个女婿，乔生被抓，还上了新闻头条。哎，你别瞎说，韩家当天就跟他断绝关系了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，今日是第三日，他的寒毒会发作，而他只有我能治。楚雨，你少在这里口出狂言。唐小姐，你别生气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 您大概不认识他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他是我的前夫，但人品卑劣，本事低微，之前行医看病都是借着韩氏的名头。他身患绝症，我念在夫妻情分，想尽办法尽心尽力的医治他，千方百计的照顾他，没想到他竟然婚内出轨嫖娼，我不得已才与他离了婚。他与我离婚之后一直都不甘心。 只是没想到今日会诊夜，他竟然闯了进来，给唐小姐添麻烦了。韩彩言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像什么？你像个脑残，你知道？<laughs> 你找死！算了，他时日无多，今日闯进来，恐怕是想为自己求一线生机。毕竟今日有这么多医学界泰斗在场。原来如此，可我并不想为渣男治病，我只想让他快点死。韩彩言，你杨明。 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少在我面前狗吠，别再来恶心我了，行吗？还有，你们这唯利是图的东西，一个个人模狗样的，也配给楚家看诊？楚雨，你不要把我对你的容忍当做是你的放纵，你拿着被我撕碎的邀请函混进我的会诊宴，现在还大放厥词，肆意捣乱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 好大的牌面！好大的牌面！唐金飞，你打着唐门的旗号，在外面如此大张旗鼓，还有没有把总部放在眼里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来做什么？ 你偷走了爷爷的紫金双生草，我当然是奉总部之命拿你回京堂问罪。我没有偷，只是事态紧急，没来得及向你报告。就为了这个病秧子，你打着唐门的旗号，大张旗鼓举办什么狗屁的会诊宴？你听说今天前来之人都是医学界的高手，我们唐门都看不了的病，我就不信外面这些三瓜两枣能有办法。 你这个弟弟早就该死，能活到现在是他命大，也该知足。你，你是谁？你这个垃圾，居然连唐婉柔都不认识。他是西唐门的少主，与唐京妃并成为唐门双姝。我听说西唐门的势力比东唐门更大。唐门办事，闲杂人等速速离开，都不准走。 郝婉柔，紫金双生草的事改日再谈。但是今日会诊宴，别,别想捣乱，将这两人拿下，带回唐门总部。唐京飞，你敢违抗总部的命令，杀无赦！弟弟，韩婉柔。 我弟弟要是有个好歹，我要你偿命！你想干什么？不想死的话，就让你的人住手，都住手！你，你给我吃什么了？想活命的话，就给我老实点。弟弟，你没事吧？撑着点。谁能救救我弟弟？唐门都束手无策，你弟弟等死吧。 唐婉柔，我弟弟要是有个好歹，你别想从我这拿到解药。我唐婉柔今日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在场所有人都别想活命！还不来人给唐思聪看诊？唐小姐放心，请把你弟弟交给我。我的天啊，这可、个、是医学界的泰山北斗鲁大师！ 想不到鲁大师今天也到场了，我等会儿要跟他合照一张。有鲁大师出手，根本不用其他人操心。除了我，没人能救你弟弟。你闭嘴！初雨，你快别说了，就你那点祖传的手法，就别来这儿丢人现眼了。在座的哪一位不比你名气大？赶紧跟鲁大师道歉，夹着尾巴离开这里。后生不知天高地厚，你在一旁好好看着，老夫今日便告诉你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。 大师，我弟弟怎么样了？你弟弟这是绝症啊，阴寒之气侵袭了五脏六腑，原本活不过十岁。想来是唐门奇珍药材让他续命到了现在。老夫恐怕难以医治，但是老夫不、啊、过最后一世，不可能。姐，姐。 啊、现在知道求我了？楚雨，你少不要脸了！唐秋爷指的明明是鲁大师。鲁先生，我从韩小姐那里已经得知你身患绝症，哪还有什么能力给别人医治？就你这种没用的废物，都没资格参加唐小姐的会诊宴。让唐小姐求你？别开玩笑了我知道你急着邀功攀上唐门，但你知道得罪了东唐门、西唐门两位少主的后果吗？ 你活不久就算了，别拉着我们一起死。看你年纪轻轻，的确不像什么高手。还有谁请来医师给唐思聪看诊？难怪这人想要出风头，要是能跟唐门攀上关系，以后绝对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可惜唐门都束手无策，鲁大师也说的没得治。我说了，我可以。 你是怕我赢了赌约，所以不让我医治？初雨，你疯了吗？鲁大师都说了，治疗成功的几率很渺茫。你这种废物，哪来的底气说这种话？<laughs> 现在的人为了攀龙附凤，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还不让我出手救你弟弟吗？好，我说话算话，你来吧。初雨，你住手！你有完没完？ 让开！现在韩家已经跟你断绝了关系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你休想连累到我。现在就是你求我，我都跟你没半点关系。好，算你有自知之明，我倒要看看你等会儿怎么死。自不量力，唐少爷本就是绝脉，全靠奇珍异草续着命，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。 完了，三十六天罡回春针原本就需要耗费大道真气，可这寒毒经过三天的压制，竟然反噬这么久。现在我这身体快支撑不住了。完了、啊，楚云，怎么了？没事。 我歇会儿，补充完真气，我再继续压身治寒毒。等我休息好了，再陪你弟弟继续施针。施针治疗最忌讳中断，你连这点常识都不懂，还敢出来给人看诊？我早就说了，他只会一点祖传医术，在外面招摇撞骗。也罢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接下来。 就由老夫施针，暂时压制唐少爷的病症。老生你好好看着，往后切莫四处行骗。老头儿，你尽管施针，到时候别来求我，还让我给你擦屁股。楚雨，你少不要脸了！明明什么都不懂，还偏要打肿脸充胖子。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跟你离婚吗？因为你总是这个样子，做错了不敢承认，被人瞧不起。 鲁大师，你不要听他口出狂言，还请鲁大师出手相助，救救我弟弟。大师，我弟弟怎么样了？起效果了，看到了没有？除了你，还有其他人能治好我弟弟？你别高兴的太早了，小子，你真是冥顽不灵。中医博大精深，没有几十年的参悟，岂能随便出来行医？ 就你这个水平，还不知有多少人被你误诊。刚刚要不是我及时出手续针，唐少爷恐怕就直接被你害死我救了你一命，你知道吗？老头，自求多福吧。待会儿你要是求我，我还会大发慈悲帮帮你。哼、嗯，你还在嘴硬。老夫行医一辈子，从未误诊过。 老少爷，现在的病症已经开始出现了好转。明明是我起手那几针起了作用，你后面这些针不但没有作用，还会加重寒毒的反噬。哼，小子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奎老夫之前只是觉得你年轻，不慎走入了歧途，一番指导你可能就会回归正轨。可是明明你什么都不懂。 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道悔改，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！你之前嫖娼出轨，我选择与你离婚，韩家与你断绝关系，我原本心中还有一丝愧疚，担心你想不开。可现在看到你这副嘴脸，我才发现当初跟你离婚是多么正确的选择。韩彩妍，你还要不要点脸？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做了什么，心里没点数吗？初雨，你少污蔑我彩妍，够了！ 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不想管，还请大师继续施针，救救我弟弟。这这怎么可能？命书如此、啊，昂少爷的寒毒，老夫无能为力呀、啊。大师，求求你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弟弟会没命的。让开，我休息好了。 可以继续施针，老头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到底是谁的针法起作用。放肆！Boss! 你拿了老夫的银针，他恐怕就会熬不过去了。老夫虽然不能彻底压制，但好歹能缓解他的痛苦。说病是如此，命是如此，那就是如此。小子，我警告你。 休要胡来，别耽误我救人。鲁大师都说了没有办法，你还要拿针乱扎。初雨，你真的是丧心病狂！初雨<瑜>，为了攀附唐门，你简直龌龊不用气急。好好，唐青飞，我再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弟弟的寒毒到底还要不要治？你来吧，唐小姐，你冷静一点，不可病急乱投医。老夫的银针拔不得。就是啊。 鲁大师可是医学泰斗，他都说了没有办法，出狱又算什么呀？我说过，你弟弟的病只有我能解，还请楚先生出手相助，救救我弟弟。态度不错，好吧。你们都看好了，我这套针法是我们楚家的绝学——三十六天罡回春针。哼、嗯。 小子，你少说大话！老夫听说这套上古阵法早已失传多年，怎么可能还会有人会？哼、嗯，唐少爷居然好了！楚先生，从今日起，我唐自宗的命就是你的，需要你一句话，我必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楚瑜，我说到做到。不急，唐小姐。 我们稍后单聊，也不必着急谢我。本来我再施三针，你身上的寒毒就会彻底解除。可是我偏偏被这些人一直阻拦，耽误了本次施针。那怎么办？无妨，既然我出手救你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。接下来三个小时，你身上的银针不可乱动。你少大言不惭！明明是鲁大师之前的针法治好了唐少爷。唐小姐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，他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我跟他夫妻一场，我对他再了解不过了。 你们唐门之人应该早也听说过，这三十六天罡回春针早已失传多年。先不说他年纪轻轻怎么习得，况且使用这套针法需要大量真气。你们做不到，就不允许别人做到了吗？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！你一个身患绝症的人，要是真这么厉害，怎么不把自己治好了，偏偏在这里装神弄鬼？ 不就是为了攀附唐门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有我在，你的阴谋诡计休想得逞。唐小姐说的没错，楚雨，你心里那点小九九，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了。可是他确实解了我弟弟的毒，况且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我知道帮我弟弟解寒毒，一定是他偷了我韩家的回春丹。嗯、唐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回春丹有修复机体的功效，也是我韩家即将上市的新品。早在我跟他离婚之前。 韩家就一直在紧锣密鼓的研发，一定是他偷了一些，这才延缓了唐少爷的寒毒。确实是上品丹药。来，弟弟，姐，这样好神奇！我吞下去，就感觉体内有股暖流泛开，跟那天寒毒被解的感觉差不多，只不过没有那天的暖流更强烈一些。这就是我回春丹的功效。 我就知道楚雨这个垃圾根本没有能力进来，所以你们都被他骗了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场，他根本没有机会给唐少爷喂药，所以才装作力竭的样子，无法继续施针。难怪要扒了老夫的银针，老夫帮忙施针效果延缓，即使你后面不出手，少爷的寒毒照样可以解了。偏偏你假模假样的乱扎一通，<laughs> 霸占了鲁大师的功劳，唐小姐。 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，他现在就是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着急攀附唐门，好给他自己留一线生机。哼、嗯，这样毫无医德的人，为天下医者所不耻。嗯、楚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唐庆飞，你想清楚了，你弟弟的寒毒再次发作，我可不会像这次这么好说话。唐小姐，既然我们韩家的回春丹能解了唐少爷的寒毒。 赌大师现在跟我们韩家也是合作关系，今后若唐少爷的寒毒再次发作，大可来找我们韩家，我们韩家一定能解寒毒。哼，难怪你跟那老头一唱一和的，原来你们俩是一伙的。这么积极的抢功劳，是冲着唐清飞开出的条件吧？不仅能跟唐门搭上关系，还能让唐门给你们宣传回春丹，当真是好算计。 就怕你们没这个命花。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龌龊至极、贪得无厌吗？狗东西，还不滚出去！唐静飞，你下次再请我出手救你弟弟，绝不像今天这么容易。大言不惭，唐小姐，你千万别信了他的话。你若是能替我解了身上的毒药，我便信你，甚至还能助你一臂之力。嗯，你没中毒。滚吧。 就你这医术，岂敢出来丢人现眼？我先前不过是吓唬吓唬唐婉如，你该吃了的药丸的确无毒，难道、嗯、真是他姐姐下的寒毒？你弟弟的寒毒已经解了，现在该来处理我们唐门内部的事。解药给我，我自会回去总部向爷爷父亲请罪，轮不到你管。嗯、你敢反抗总部的命令？哪敢？你真是不长脑子！你想让世人都知道我们唐门内部不和吗？ 今天我先放过你，下次你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康小姐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还想在这丢人现眼？你最好回头别来求我，否则我一定狠狠打你屁股。明明是你救了唐思聪，现在怎么变成了韩彩言的功劳？而且。 唐京飞还带着唐思聪大张旗鼓住到了韩家，我不是让你拉拢唐京飞吗？你就是这么拉拢的。你急什么？唐京飞迟早会回头找我。哼，我让你拉拢唐京飞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么信誓旦旦的。陈帅，如果不是龙文令认主了，您会相信我吗？不会。对呀、啊。 所以唐青飞不相信我也情有可原啊，即便我向他亮出龙祖的身份，他恐怕也会觉得我是假冒的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要变天了，陈帅等着看戏就好。韩家大张旗鼓的上市回春丹，还拉了唐青辉做法子，回春丹发布会那天，一定会有一场好戏。哼。好，我等你好消息。 这是我们韩家特意为两位少主准备的套房，还请两位少主以后就在这里休息了。回春丹呢，我们也会每日提供给小少主，以便治疗。啊，还请两位到时候在韩家回春丹的发布会上帮忙出席一下，震震场子。韩小姐客气了，那两位好好休息，我先告辞了。姐，你真答应了韩家？ 出席韩家的回春丹发布会啊！明摆着韩家在借着唐门扩大回春丹的影响力啊！要不然呢？你每天吃的可都是回春丹，姐。嗯？你确定是回春丹解了我的寒毒，不是楚玉的针灸吗？为了以防万一，干脆给楚雨也发一张发布会的邀请函。<laughs> 楚雨，你居然还有脸出现在这里！瞧他这穷酸的样子，该不会是没有邀请函偷偷溜进来的吧？还真有可能。对不起彩云姐的人渣。出身就决定他卑贱的基因，干出什么下流的事都不奇怪。幸好彩云姐跟他离婚了。白明哥，你可要抓紧机会，赶紧把彩云姐追到手啊！是我邀请他来的。原来是唐小姐邀请的，不过。 你怎么会邀请他啊？你在质问我？哦，不敢，呃、不敢。即便你不给我邀请函，<我>韩彩言也会给的。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回春丹是我们楚家祖传秘方研制而成，但秘方被韩彩言偷走了。他就是让我眼睁睁的看着楚家的秘方被韩家据为己有。你们楚家的祖传可真不少。唐小姐既然不信我，又何必邀我前来？算了，多此一举。 楚雨，嗯，你刚刚跟唐金飞聊什么呢？嗯，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哼，<laughs> 我看你真是认不清自己的现状。自从你上次在会诊宴上招摇撞骗以后，无论你现在说什么，唐金飞他都不会再信你了。他信的是我。今天呢，就好好睁大眼睛看清楚。 你们楚家的秘方会成为我们韩家的囊中之物，是吗？恭喜了、啊。哦，忘记告诉你了，今天除了回春丹的发布会，等一下还会宣布我跟李阳明订婚的消息。哼，恭喜啊！你们这对啊，是奸夫淫妇终于在一起了，恼羞成怒了是吧？ 没关系，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。我警告你，你最好老老实实待着，别想着搞什么破坏，否则我不介意早点送你上西天。就凭你，我弄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原本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神秘人相助，你会很不一样，现在只能说我看走眼了。 垃圾就是垃圾，杨 <laughs> 明哥，初雨，我知道你很痛苦，我对你呢也深表同情。可是你这种人，就适、是、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有什么好挣扎的？你放心，等宴会结束以后，我会亲自送你下地狱。我会亲自送你下地狱，结束你的痛苦。 不知道等会儿你们这对狗男女还笑不笑得出来？这款产品口服呢，能够消炎去毒、修复肌肤；做成面膜呢，能够美容养颜、常驻青春。据说之前唐门举办的会诊宴上，就是这回春丹治好了唐思聪的病。唐门用着都说好，那肯定是好东西。你别说啊，这面膜效果就是不错，上脸的感觉就很舒服。这一刻我等了好久。 没有人能阻止我韩彩妍的崛起。<laughs> 楚雨，你现在一定很气吧？那又怎样？你也奈何不了我。彩啊我们的新产品好评如潮啊！张太太那边你要格外照顾一下。咱们的新产品许多审批手续能办下来，多亏了她老公。那奇怪，我怎么感觉脸有点痒啊？<laughs> 我也感觉，我也是、喔，有点痒。各位太太，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？<noise> 啊我的脸，我的脸，啊啊，我的脸，啊我的脸，我的脸啊、你个你这个小贱人，我跟你没完！啊啊的产品有问题，我天天吃。 你们韩家的发布会还真是精彩，是你捣的鬼。我们楚家用药讲究阴阳五行，你以为偷走配方就完事儿了？不可能，我们研发团队明明测试过千百遍，根本没有问题。这研发团队真是可笑，怎么不宣布你们要订婚的消息了？韩彩言的脸毁容了，你就打算不要她了是吗？啊 楚雨，楚<唉>雨，你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念在我们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帮帮我。你闭嘴！跟你这种贱人有过一段婚姻，简直是我的奇耻大辱。楚雨，你想想我们的曾经。虽然虽然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有所图的，但我对你是真心的呀，楚雨。楚雨，我我爱你。<laughs> <雨>李阳明。 他当着你的面说爱我，这你能忍？只要你能解决眼前的危机，你就是当着我的面把他给办了，我也能忍。<laughs> 你们还真是绝配啊。楚玉。只要你能帮我治疗在场的这些贵客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是吗？那我要你当众承认你们的回春丹是偷了我们楚家的秘方。你简直狮子大开口！ 你这个小贱人，就是你毁了我的脸，我要你偿命！啊，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能治好他，那还不去？很抱歉，给各位贵宾带来不好的体验。其实回春丹的研制，从头至尾都来自楚家的九神玉露丸药方。疏雨<你>。 有办法解决目前的问题，可以了吗？嗯，还不够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做过的事情，也要全部说出来。你们当初怎么诬陷我，现在就怎么给我洗干净。初雨，你别得寸进尺。<laughs> 半个小时之内没有解药，他们脸上的疹子就会变成顽固性伤疤，永远都去除不掉。谢谢 说还是不说？当初楚雨没有婚内出轨，是我和李阳明设计的。我跟李阳明早就在一起了，楚雨他是无辜的。我跟他在一起是，是为了玉露丸的药方。楚雨居然是无辜的，那他也太惨了吧！原来他俩早就勾搭在一起了，真不要脸！谁是为了楚家的秘方？你说韩彩妍怎么会下嫁给楚雨这个畜生？ 可以了吗？比起我受的屈辱，你们这点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还要我怎样？楚玉 <laughs>，对不起，我求求你，帮帮我吧。求人的态度还不错，勉强可以接受。这是解药，冲水，每人一杯，<laughs> 十分钟见效。 韩彩言，下次你再求我的时候，可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简单。所玉，等这次危机过了，我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。果然是他的针灸治疗了思聪的寒毒。姐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是他治了我的寒毒。嗯 韩家也太欺负人了，弟弟。先前我误会了楚雨，若是你寒毒再发作，可怎么办？姐，你别担心，我现在不好好的、啊。弟弟，弟弟，姐，你可真是乌鸦嘴，楚、啊、先生。 请你救救我弟弟，唐小姐，今天是韩家回春丹发布会，想必现场有很多回春丹给你弟弟吃。鲁大师也在现场，让他给你弟弟针灸也行。你，你何必要这般羞辱我姐？姐姐是我们不对，我是韩言，不知你深藏绝技，我跟你道歉。姐，我们应该如此，不至于吧？ 免得让你受人欺辱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楚先生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我向你道歉，请你救救我弟弟。哎,哎，唐小姐，唐小姐此举怕是要折我的寿啊，你是金枝玉叶，他不过是人尽可欺的烂骨，他跪下求我，天经地义。 而你膝下则有千金，我不敢收。楚先生说的对，我比不得唐小姐，算你有点自知之明。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我给你弟弟施针，压制寒毒。宁 <laughs> <laughs> 哥，楚月今日带来的羞辱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放心。 我已经安排了武道上的高手，他绝对不会有命活着离开这里。啊！我我的脸，我的脸、啊，我也不要了，我也不要了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们喝的什么呀？像我这……实在抱歉，给各位带来了麻烦。我们的产品绝对没有任何问题，这一切都是出于搞的鬼。他不甘心与我离婚，所以才故意来捣乱。刚刚那句话也是他逼我说的。 如果我不照做，他就不给解药。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。楚雨这种底层垃圾，他光脚不怕穿鞋的，竟然把彩妍当众逼得跟他下跪。彩妍是为了给各位贵宾拿到解药，这才忍辱负重的。那个韩小姐。 刚才是我冲动了，抓伤了你的脸啊！啊，那个医疗费我全包了。张太太的脸没事就好，我的脸回头做点医美修复就好了。还请各位记者朋友手下留情，不要随意报道，给我点面子。韩小姐果然有气度，被抓伤了还能不计较，我绝对不会乱报道啊，你放心。不过言归正传，韩氏的新产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刚刚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，这一切都是楚雨搞的鬼，故意破坏回春丹的发布会。后续我们的产品会全面检测一遍再上市，请各位放心。虽然，但是我也不敢再用了，真把脸毁了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嗯、我，也不敢再用了。刚刚那一下，让我用心理阴影，人家韩小姐，不都是解释清楚了吗？你们怕什么？要有你自己用。 反正我出于楚这个贱人毁了我韩氏回春丹的发布会，我就不该心慈手了，留他活到现在。楚于你没事吧？哎、你弟弟的安妥？ 比我第一次给他治疗的时候好了很多。下一次寒毒再发作，应该是在三个月以后，到时候再为他施针，就能彻底拔除。嗯，我消耗了太多体力。嗯、<laughs> 楚先生，你救了我弟弟，大恩不敢忘。这卡里有五千万，请您务必收下。 至于会诊宴上的承诺，我会为你办三件事，我也会信守承诺。楚语只要你能用得到我的地方，只要我能做到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。至于之前的赌约，也作数。只要你愿意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把证领了。唐小姐，其实我是二婚，家境也不是很好。 你真的不嫌弃我，愿意跟我结婚？我唐京飞一言九鼎，愿赌就会服输。还是你觉得我不不不不，唐小姐，是我高攀了你。宇哥，妄自菲薄了啊！你这一手医术出神入化，还要什么自行车？明天我亲自送你俩去民政局领证。别说了。无论如何，唐京飞都比韩彩阳好上千万倍。他不负我。 我必不负卿。唐小姐，我还有点事儿要跟你说、啊、什么？你这？低调，你知道就好。楚先生在吗？韩小姐有请，感谢您现在出手相助。 啊啊、小青此人来者不善，身上有杀气，可能是武道中人。我这就随你前去。楚雨，小心！嗯、韩彩言胆子不小啊，竟然敢派人来刺杀我。唐小姐，韩小姐要见楚雨，还请请方便。楚雨现在是我唐经飞的人，想为难他？ 也要看我答不答应。还居然派三品宗师来杀，真是太过分了。今天是韩家回春丹的发布会，韩彩言在我手里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以他的性子，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伤得了你。小姐失手了。 唐金飞护着楚瑜，杀了我们派过去的三品宗师。唐金飞他，他凭什么护着楚瑜这个废物？这些日子来，我韩彩妍带他们姐弟俩还不够好吗？他居然临阵倒戈！小姐，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？楚瑜在东唐门的保护下，已经离开了酒店、啊。现在楚瑜搭上了唐门，即便韩李两家联手，却不敢与唐门硬碰硬。 难道让我就这样咽下这口气吗？我不甘心！唐小、啊啊啊、姐，唐金飞小姐已经从我这里离开了。从今往后，我韩家愿意为您效犬马之劳。算你识相，替我盯住唐金飞的行踪。啊，就这么领证了。 我们就这样结婚了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我可能跟做梦一样。哎，对了，我暂时不想公开我们的婚讯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和你差距太大，若是现在公开，会导致你招人非议。我想等我强大一点，能与你并肩而战时，到时候再向世人宣布我们的婚讯。好，我听你的，菲儿。 我带你去见陈帅，有些事你们当面来办会更好的。嗯，你小子真可以啊！我让你拉拢唐京飞，没让你直接把他娶回家。陈帅能够加入龙族是无上荣耀，只是唐小姐无需担心，我知道公堂门在唐门内的势力最弱，但你巾帼不让须眉，我相信你的为人。陈帅，你早就盯上了京飞。 想要拉拢他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你小子还怕我看你媳妇儿不成？<laughs> 你可听说过圣火教？圣火教是江湖禁忌，已经消失了百年。是的，他们一直都有死灰复燃的迹象。百年前圣火教围攻唐门，失败后从龙国撤离，实际上选择了蒙古，始终都想要卷土重来。 原来你拉拢唐门是为了对付圣火教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我得回东唐门一趟。菲儿，我陪你一起去，正好见见岳父岳母。嗯。知道怕了，不再反抗，老老实实跟我回总部受审了。你还把这个小白脸带上一起回去，莫非你看上了他？ 我回总部是去东堂门见我父母，跟你有何关系？况且，就算我看上楚雨了，你有意见？这个小白脸长得确实不错，不过他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底层垃圾，连韩彩妍都不要的二婚男人，你居然看上了，你可真是贱了，简直丢尽我们唐门的脸！韩婉柔，你闭嘴！你这样的底层垃圾，别想攀附上我唐门！<laughs> 你你打又打不过我们家静妃，还非要嘴贱，真是你……你找死！你敢动楚玉一下试试？你走着瞧！等回了总部，我要你好看！哼！你确定要跟我回唐门吗？刚刚那种羞辱，恐怕还会发生。没事，你会护着我的，对吧？当然。哈哈。 菲儿，这是你带回来的男朋友。我可不同意你俩在一起，也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蹦出来的屌丝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们家菲儿可是要嫁给北凉狼将李阳辉的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姐都拒绝李阳辉八百次了。再说我身上的寒毒都是姐夫治疗的，而且姐夫跟我姐都领。妈,妈，反正我这辈子只认楚雨一人。 哈哈，<laughs> 菲儿，你回来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？哎、听说你带回一个男人，原来是你啊！在江北变成了地下里的老鼠，人人喊打，怎么没有容身之处了？就缠着菲儿不放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呀、啊！你弟弟李阳明抢走了韩彩妍，你现在又要跟我来抢菲儿的是吧？哎，不不不，不是抢。 跟我比，你不配。菲儿当然会选我。伯父，伯母，这是价值百万的奇楠，这，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野山参，这是我特意为菲儿挑选的，出自世界名家之手的，星之钻项链。小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 哎呦，杨辉啊，你每次来啊都带这么多礼物来看我们家菲儿、啊，这也太客气了，哪像有些人、啊，空手的，哼！菲儿，我没钱买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有看上哪个自己挑，反正是送给我的。真的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啊？给我滚出去！妈。 杨辉啊，你对菲儿的一片心意我们都知道，只是菲儿已经有了男朋友，我们也不好过多的干涉呀。伯父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还一个穷小子，比得上我李家吗？况且，我知道你们东堂门现在急需一笔资金助力。如果菲儿能够跟我在一起的话，我可以帮助东堂门解决这次麻烦。 爸，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们到底瞒了我什么？东塔门的盈利一直不佳，这个季度已经出现了赤字，和凤凰银行贷款了十个亿，还没贷下来。凤凰银行，老祖给我的时候，好像上面写的就是凤凰银行的。啊，要不我可以试试，说不定就能贷下来。你说什么大话？凤凰银行可有百年历史了。 接待的客户都是上流世家的名门望族，你一个连礼物都送不起的底层，哼，怕是连凤凰银行的大门都进不去。你别说了，伯父，只要你把菲儿嫁给我，我保证，凤凰银行的十亿贷款可以贷给东堂门。我要是能让凤凰银行把东堂门贷款批下来，你以后不允许再纠缠菲儿。好大的口气啊！ 凤凰银行贷款十个亿给东方的东唐门，就算我李阳辉出面，也要拿李家的资产做抵押。你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，凭什么？就是你以为凤凰银行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去的？老唐啊，东唐门贷款这事儿还得靠李公子解决。周云，凤凰银行的事儿，你的确帮不上忙。呸！我可不要这么没用的男人做我的女婿。 宇哥，我承认你的医术确实很厉害，但贷款这事儿你还是别插嘴了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是你能不能别添乱了？敢不敢打赌？你不配！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谁要是能让凤凰银行贷款给东堂门，谁就能跟菲儿在一起。楚玉，你疯了！ 你要是真输了，那我岂不是要跟李阳辉在一起？楚云，我可是你老婆。虽然你放心，我不会输。哎，我真是不明白，你说我带着菲儿来凤凰银行谈贷款，你跟着来算咋回事啊？我来看看你怎么跟凤凰银行谈贷款。也对，像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呢？ 也很少见到这种大场面，菲儿，咱们就当带他来见见世面。楚玉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贷款这事儿，你真帮不上什么忙。连你也不信我是吧？我只是担心你啊。赵主任，你好，我是北凉狼将李阳辉，也是李家大少爷。这位是东唐门少主唐京飞。 这个东唐门的十亿贷款啊，还得还请您帮帮忙啊。是啊，还麻烦您通融一下。贷款不是不批，主要是东唐门的实际情况满足不了凤凰银行的贷款要求。哎，她叫唐静妃啊，不愧是唐门第一美女，百闻不如一见啊。 其实这个贷款啊，想必也简单，只要你赔我一晚，别说是十亿、二十亿，臭娘们，你怎么敢打我哎！哎，行行行，菲儿她不懂事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。菲儿，赶紧给赵主任道歉。哼<呵>，道歉。 道什么歉？这种狗东西，给他一巴掌算轻的。我的女人你也敢动？楚雨<女>，年轻人不讲武德，他们妈敢逼我！来人！来人！他、啊、不是故意的，你他妈疯了？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？你打他怎么了？他欺负菲儿，你也能眼睁睁的看着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真他妈窝囊！你懂个屁呀、啊！你就是个穷瘪三，你光脚不怕穿鞋的，你倒是无所谓了。 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些大家大业的，全都靠着凤凰银行在这支持呢。支持个屁呀、啊！支持！我跟你们说，今天都有他们的贷款，一辈子过不去，过不去！来人，来人，来人！出爷 <noise> 是吗？出爷 <noise> 别把身都谁给谁道歉？出去别、啊，别把身都带你先走，这事儿我来处理。<laughs> 走，走！你，你现在不走，等一会儿保安来了，你想走都走不了。 跟我走，楚云 <noise>。说，他们东堂门的贷款你给不给批？不批<劈>。给不给？不批<劈>。给不给？啊、给不给？给给给给给给给！别别别别别别别！你他妈 <coughs> 得批了啊！给批了。你你 <coughs> <coughs> 你个小逼子胚，他妈打我，我打死你！ 还皮也宽，皮的个屁！我来人！刚才 <laughs>，刚才几个人呢？不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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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啊！我叫你们干什么？行，都记住了啊，以后动他们，不对，是所有他们，再给我拉进黑名单，听到了吗？是。是 来，楚雨，你这个废物可算出现了，跟着一起去凤凰银行。结、这、果、个、菲儿遇到危险，你先跑了。李明辉，你个缩头乌龟，你给我离菲儿远点！你说什么呢？要不是李公子把菲儿带回来，还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妈，您误会了，楚雨也有帮忙的。他能帮什么忙？ 就他这种没权没势的底层垃圾，怕不是帮倒忙？敢动手打赵主任，简直活腻歪了！阿姨，这件事情呢，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们呀，也别为难他。李阳辉，你还要不要点脸了？要不是我拦着，你能带飞儿先回来吗？楚雨，我知道，你呢，也是为了在唐家面前表现自己，好得到唐叔叔和阿姨的认可。 但是赵主任那边的货确实是你闯，现在就当是我闯，我来处理，知了吧？这李杨辉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？楚雨，到底是谁不要脸？你闯的祸，还把菲儿置于危险不顾，要不是李公子，还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你有什么能力去招惹凤凰银行的人呢、啊？可笑至极。妈，这事不能全怪楚云，他也是为了我。 才有点冲动而已。李阳辉，谢谢你，今天这事儿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楚雨这边能不能麻烦你说点好话？对啊，你要谢就谢楚雨吧，要不是他突然抽风去打赵主任，<laughs> 可能我跟赵主任的贷款已经谈妥了。<laughs> 你谈贷款的方式就是让菲儿去陪赵主任是吗？胡说八道，我那是缓兵之计。 先哄住赵主任，为的是让他批贷款。你呢？你倒直接惹祸生事。就是有李公子在，赵主任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怎么可能真的欺负菲儿啊？是啊，楚雨，我也不会让自己受欺负的。到头来都成了我的错。楚雨，你够了！你自己没本事就少逞强。菲儿啊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李公子跟你才是良配。 像他这种垃圾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好你个唐静飞，瞧你干的好事！你把赵主任给打了，现在赵主任把整个唐门都列入了黑名单，连我们西唐门的贷款都直接被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等着总部的人亲自过来拿你回兴唐问罪吧。婉柔，这事不至于惊动总部吧？现在整个唐门的贷款都被凤凰银行拒之门外了，还不至于吗？他偷盗紫金双生草。 我奉命前去江北捉拿他，他抗命不从，我也一并上报给了总部，数罪并罚。刑堂的宋长老很快就会过来。唐经费，你好自为之。等天豪回来，我们全家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办。婉柔，你也到时候跟总部说说情，都是唐门一家人，何必闹成这样？宋长老铁面无私，我说什么情？ 至于唐伯父，他已经去给赵主任赔礼道歉了。赵主任点名了，要唐清飞登门赔罪，不然我亲自过来这一趟干什么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哦，李公子，你能不能帮忙说说情啊？啊，阿姨，现在赵主任正在气头上，即使是我出面，也恐怕起不了多大用啊。切，刚才不还牛逼哄哄的吗？怎么？ 让你出面，怂了。都怪你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闯那么大的祸。自从你来到东堂门，就没有好事。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闯的祸。瞧瞧你找的男人，是个什么垃圾，可真贱。你闭嘴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菲儿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这件事情交给我，我来处理。够了，楚雨，你还嫌你闯的祸不够大吗？你来处理，你能怎么处理？这可不是给人针灸看病这么简单。 菲儿，你相信我，我真能处理。楚云，我知道你想帮忙，但真的不需要。你听我的，你就在这好好待着，别给我添乱。我一个人去找赵主任，去给他赔礼道歉。你对我爸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。他求我原谅，我就满足他，打断了他双腿。赵立成，别在，想好了，要么从了我。 要不让你爹成个残废，我杀了你！杀我容易，但你们唐门要破产，都跟着你陪葬！<laughs> 来吧，换上！不，飞儿。 哈哈，<laughs> 初雨，我不是让你在家等着吗？你来干嘛？快跑！别 <laughs> 别别别别，我是个文人，这这这这这这是他 <laughs>，好好，王八蛋、哎！别别别别别，臭蛋！你你干什么？还敢动手吗？ 我跟你说，外面全都是我的人，你你你你们俩现在赶快给我磕头道歉赔礼，要不然我就让让让让让让让钱行长知道。楚玉，你快离开这儿，离开唐门，回到江北市去。好，今天这个电话我让他打。楚玉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凤凰银行连整个唐门都得罪不起。打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 等着死无葬身之地什么？有人在你办公室打你？谁他妈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我这就带人过去，看看到底谁这么嚣张，在凤凰银行闹事，胆子倒不小。我先去瞧瞧。龙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与钱行长正在洽谈北梁军部的费用。 听说有人在凤凰银行闹事，便过来看看，原来是你呃。呃，不是我，是他。是我闹事又怎样？哪来的小白脸，口气倒是狂妄。龙帅，他就是穷瘪三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有失身份啊。啊，这位是我朋友，你看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情？呃，那个唐小姐可以网开一面，这个小瘪三你严惩。王八蛋，你！ 哎哎哎,哎！放马过来！了。哼，倒是嘴硬。本帅倒要看看你如何应对。我看谁敢在凤凰银行闹事！嗯？妈、啊、的，怎么是啊？钱行长，这百年来的租金呢？我粗略的算了一下，应该也有上亿了。您是打算什么时候交？刷卡还是现金？或者我给收回这块地？<laughs> 楚先生。 咱有事好商量。哎，您看这样行吧？凤凰银行您占百分之十的股份。嗯，我要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。从今往后，凤凰银行我说了算。这这这这这太多了吧？嗯，钱行长放心，此事我不会宣扬出去的。老板。 呃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呃，东唐门贷款十个亿，但是他们现在入不敷出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批。没成想啊，这个小瘪三以此为由到办公室捣乱，打我。狗东西，你惹谁不好，非要惹他？秦行长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赵主任故意不给东唐门放贷，还想对我图谋不轨。楚云。 不得已才出手的。放屁！老子刚把楚先生哄好，回头他一翻脸，收回地皮，老走谁去？这个蠢货，连楚先生的女人都敢染指，这是要害死老子！哼，完了，完了！现在别说你东唐门，就是整个唐门都得跟着遭殃。楚月，你有本事，你真厉害。本来是件小事，现在让你闹这么大。 钱行长，打人是我不对，但也是赵主任图谋不轨在先。你能不能网开一面，放过我？你不是狂妄的很吗？现在怎么装缩头乌龟不说话了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赶紧磕头道歉，听到了吗？叫我磕头，跪下道歉！败家子，败家玩意儿！老子让你来当主任！ 是让你给老子挣钱的，不是让你仗着凤凰银行的名头，了，四处作威作福。老大，老大，你打错人了吧？是我欺负人的是我呀！你这个废物，啊、仗着欺人的狗东西，卖了、啊啊、凤凰银行的名声。我、啊，啊、老子算你丢掉唐小姐，啊、让你滥用职权，啊、让你永远不知泰山。啊、唐小姐，不好意思。 凤凰银行家大业大的，偶尔出现一两颗老鼠屎，冒犯了你，我深表歉意。不不不不，钱行长您，您太客气了。啊，对了，东堂门贷款的事儿，我这周审批通过，明天就放贷出去，您看行吗？好，好，谢谢钱行长，你真好。像这种垃圾，钱行长打算怎么处理？当然是从凤凰银行开除，啊、拉入黑名单，也给我休息了，在业内入职。 钱不凡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、啊？楚雨这么忍无辱，难不成跟钱不凡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哈哈，菲儿，你这次可给东堂门解决了大难题啊！那又怎么样？让菲儿跟这个小白脸在一起，简直就是猪拱了好白菜！啊、好了，你别说了，这是菲儿自己的选择。 只不过凤凰银行一向蛮横，钱不凡怎么突然转了性子了？我早就说了我能解决，你们不信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少在这说大话！你能解决什么？肯定是李公子解决了。那是自然，我可是北凉龙帅玉娇龙麾下的狼将，钱行长看在龙帅的面子上，自然也会给我几分薄面，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？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！楚雨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菲儿当时也在这。 是我求龙帅，让他说说情，钱行长这才网他一面。难不成你以为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？你一个穷瘪三，你有面子吗？就是，就你这闯祸的能力，菲儿跟着你，迟早连累我们全家一起出事。原来是因为龙帅，等会儿我登门拜访，向龙帅致谢。菲儿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为你引荐龙帅，怎么功劳就变成了？还愣、啊、着干嘛？ 还不赶紧跟上！那、啊、行了。喂，你们回去唐门有段时间了，圣火教的事有眉目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对了，北凉军什么来头？北凉军的人动不得，不过你有事可以找于家龙，他也是龙组的人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 与蛟龙，正好我要去会会。我打电话问了飞儿，他们在这边，怎么没看到人啊？先前已到江北时，没能将他抓回来。此次我奉了唐老太之命，亲自到东唐门捉拿唐京飞。东唐门这边沆瀣一气，恐怕不会轻易松口，让您带走唐京飞。哼，这东唐胆子也太大了吧？要翻天吗？我倒要看看谁敢。唐门总部的人想要带走飞儿。 也得看我同不同意。这位先生，需要帮忙吗？啊，麻烦你带我去包厢四零吧。这边请。嗯。喂，菲尔。啊，我已经到了包厢了。你们还没有到吗？我们在路上，你先点菜吧。好、啊。服务员。先生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嗯，再给我加点菜。 先生，我们这儿的招牌菜是秘制烧雏鸡，你要点吗？原来你们这儿还有这种服务啊！我们这儿也不是谁都服务的，主要是您长得帅，愿意跟您春宵一度。<laughs> 啊 小子，这女服务员啊，本大爷看上了你，滚开！先生，你喝多了，这不是你的宝间。我告诉你，小子啊，别不识好歹！这妞，今天我要定了！嗯、啊啊，你喝多了，请自重。啊啊！婊子，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嗯 你没看见人家不愿意吗？臭小子，你谁啊你？别多管闲事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爹可是周天佑，南十三省地下之皇。老子管你爹是谁，你在我面前仗势欺人就不行、啊。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周天佑是这边的土皇帝，我们的饭店还得给他们交保护费。 朱先生，抱歉，您大人有大量。好 <laughs>、啊、说，今天,天你只要把本大爷我刺不舒服，我就原谅你。小瘪三，你呢？你跪，给我磕三个响头，爬出去，我就放过你。朱先生，你消消气，来我们这家饭店的。 都是凤凰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这位先生想必身份也不低，要不您算了，今天我好好陪陪你。身份？他什么身份啊？啊，来，你亮出来，让我开开眼。什么情况呀？敢来我的饭店闹事！婉柔，你来了，可不是我先在你地盘闹事的啊！是，就这小白脸，阻拦我带服务员走。 原来是你，怎么仗着是唐京飞的男人，就在外面耀武扬威吗？还敢在我的地盘搞事，不知死活！唐婉柔，你进来都不问问事情经过了吗？怎么，你这儿打工还得卖身呢？他是自愿的，我有强迫你吗？放心 <laughs>、啊。 待会儿本少爷会好好宠你的 <laughs>。事情还不够清楚吗？朱少打算怎么处理？跪下，给我磕三个响头，然后爬出去。这事儿嘛，就算了。那就按照朱少的意思来吧。你在我的饭店搞事，我也可以既往不咎。这就是你处理事情的方式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你算什么东西？ 今天唐京飞不在，我看谁能救你？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你他妈怎么跟婉柔说话的？他可是西他门的少主，连我都要给他几分面子。你又算什么东西、啊？唐婉柔，是你非要跳出来拉偏架，针对我，那你也别怪我不给你面子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给我唐婉柔面子。 像你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白脸，也就唐晶飞看得上你。来人，给我把他绑起来，带到地下室好好收拾。等一下，龙帅，你怎么来了？唐小姐，给我个面子，放他一马。您跟他认识啊？陈国安特意打电话过来让我关照的，我自然不能让他受欺负。有过一面之缘，就有托我关照的，仅此一次。行。 楚雨，看在龙帅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朱少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吧。啊！今天看在龙帅的面子上，我就放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今后别让我再见着你。你这种没本事又爱说大话的臭男人，也就唐京飞那个蠢货看得上。还不走，留下来伺候他吗？是是。是 唐金飞和李阳辉向我道歉，你为何不来？凤凰银行的事情，他俩不知情，把功劳都归咎于你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别人不知道，你还能不知道吗？所以你和钱不凡到底什么关系？我是钱不凡的老板。胡说八道！你看，说了你又不信，你又要问。殊不知这陈国安怎么收了你这种满嘴胡言的人做龙啸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加入我们？放肆！ 我比陈国安还要高一些，你胆敢对我不敬，龙帅，请您手下留情，我替他向您道歉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生气了。哼，楚瑜。跟他道什么歉？哎，楚雨，你是不把你自己当人物了？刚才是龙帅手下留情，要不然你早一命呜呼了。 用得着你在这口出狂言、啊？和你计较，倒是我自降身份了。你别仗着有唐金飞的保护，就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。唐门不算什么，唐婉柔就算，刚刚那个朱顺水，他爹是南十三省的地下之皇，我都要给两分面。你什么时候又得罪了朱顺水？你没来之前，南十三省地下之皇又怎么样？迟早一天会被我取代。什么？<laughs> 你在讲笑话吗？笑掉大牙了都。 南十三省的地下之皇，就凭你，简直天方夜谭呢、啊！有志向是好事，但这种大话还是别在人前说，要不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给我闭嘴行吗？楼帅，这是请您的答谢宴，感谢您在凤凰银行的帮忙。虽然不用你帮忙，我也能解决之前唐婉如和朱世全的黑标的，不过还是成了你的局。 你身体有恙，你在心口，我可以帮你治就当我还你的记。你说什么？我有通天眼，没有什么是我看不到的。况且你刚刚要杀我的时候，我顺手搭了你的脉。我心口有恙，不可能有人知道。他怎么发现？龙帅，您怎么了？楚雨<云>，你想干什么啊？ 让龙帅动怒，你不想活了？好了，楚玉，你有点意思。龙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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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他妈干的好事儿！你知道我和飞儿费了多大的劲，才把龙帅请到这吃饭的吗？就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 龙帅，龙帅、啊，点了一桌子菜不吃浪费了。<那>嗯，你还有脸吃、啊？你把龙帅都给得罪了。飞儿、哎，你放心吧，他回头还会来求我的。我看在你替我弟弟治好寒毒的份上，我跟你结了婚。我对你忍了又忍。 我现在实在忍无可忍了，你说说，你跟我回来东唐门惹了多少事儿？我迟早被你害死。你干嘛？突然发这么大火？我实在跟你说不通。唐门总部派人来抓你。真被你说中了。 宋长老来我家抓我，我爹让我赶紧跑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祸是我闯的，要杀要剐我都不怕，但我不能让我父母替我受罚。你赶紧跑，离开这儿，我被抓走了，没人保护你了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我当然陪你一起了。嗯 不是让你赶紧走吗？你回来干什么？我闯的祸，我来承担。姐拿了紫金双生草，是为了给我治疗寒毒，我跟贼一起承担。你们能承担什么？我好歹是东唐门的门主，总部不,不能拿我怎么样。菲儿啊，妈妈一直撮合你跟李公子，也是指望李家那边护着你，总部看在李家的份上会对你网开一面。 结果你偏偏看上这个不争气的小白脸。哎呀，其实我跟菲儿已经领证了，接下来的事情由我们共同面对。啊、爸，妈，思从，把菲儿交给我，你们就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让菲儿输的。你们领证了、啊？嗯，我们领证了，是夫妻。楚雨不想公开，怕被说是攀附唐门。算你有自知之明。妈，我的寒毒是姐夫给解的，我的命都是他救回来的。 你就不能对他态度好点儿？你，好小子，菲儿没看错人，你赶紧带菲儿走，好好过你俩的小日子。我会陪着菲儿去总部，也不会让他受罚的，相信我。可是，你忘了我是龙啸，还有圣火教的事，我们也得去一趟总部。可你不是武当中人，去了也是送死。我自己去吧。我可不能让你一个人涉险。爸妈，我跟菲儿已经商量好了，我俩一起去总部。 今日带唐京飞回总部。唐伯父，昨天你说唐京飞不在家，难不成今日又不在？莫不是他畏罪潜逃了吧？唐帝豪，你的女儿唐京飞先前抵抗唐婉柔的捉拿，现在你又违抗总部的命令，协助你唐京飞潜逃，你们东唐门是要反天吗？来人，把唐天豪夫妇带走。是。慢着，谁说我跑了？宋长老。 此事与我父母无关，我随你们回总部。唐京飞，我还以为你不敢露面，带走。慢着，菲儿答应跟你回总部，可不是当犯人给你羁押。你是谁？回宋长老，他是唐京飞的姘头。唐京飞任由他挡着唐门的旗号，在外面惹是生非。<laughs> 连手工杀都没有。唐京飞，你可真是不要脸。唐门女子。 婚前禁止跟男人鬼混，唐金飞，你罪加一等。她是我老婆，你们唐门还要管我们夫妻之事吗？你把她一起带走。宋长老，唐金飞夫妇所犯之事该如何处罚？奶奶，不关楚玉的事，我甘愿受罚，还请不要责罚楚玉，他并非唐门之人。放肆！你俩既已成婚。 便是唐门之人，你们犯下种种罪行，不责罚，难以服众。唐京飞，数罪并罚，按照唐门规矩，先穿琵琶骨，废去武功，在祖宗灵前杖责五十，剥夺他手中的财产以及东唐门的股权，逐出唐门。至于楚雨，在唐京飞的纵容下，打着唐门的旗号。 四处败坏唐门名声，树敌无数，杖责一百，从此不准踏进唐门半步。稍后发布公告，此人与唐门毫无关系。上，嗯、何必如此？要抓便抓，奉入刑堂受罚。奶奶，我去抓唐京飞的时候，可没少被他欺负。穿他的琵琶骨，还是由我来吧。 唐经飞，其实原本你也不用罚的这么重的，要怪就怪这个小白脸儿，连累了你。啊、谁偷袭我？ 龙祖将领，陈国安。哎呦，陈国安先生大驾光临，唐门上上下下有失远迎啊，还望请您千万别怪罪。我哪敢怪罪你啊！你唐门私下扣我龙祖人，还要废了他，好大的威风！程先生说笑了，我们唐门一向奉公守法。 你们龙族的江湖规矩，我们一向遵守，哪敢扣你们龙族的人？楚雨，为我龙族成员，头衔龙啸；唐京飞为他妻子，替我龙族人办事，特聘为龙族成员。先前陈帅只是让我帮龙族办事，并没让我加入龙族。我们来总部之前啊，我给陈官打的电话。 又给了他几个药方，再加上他要检查圣火教的事，需要我俩帮忙，就同意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啊？你不知道能够加入龙族，是多少人江湖的梦想。我说了，你又不信我，总觉得我在添乱。我哪有？我只是担心你。难怪这两人不反抗，原来是有后事。唐宰娥，你唐门私自扣押我龙族人这件事，必须给我个交代，否则。 在三年一度的江湖选拔中，将无法合格。这怎么可以？龙祖不承认唐门，那唐门就成了不合法的江湖组织。程帅息怒，这是个误会。姐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你别怪罪哈、啊。是。唐婉柔。 如果哪天我们对西唐门奉命行事的话，希望你也能理解。你公报私仇！没办法，谁让我现在是龙族成员？吴雨，你的药方很有价值，以后希望你多研究研究此药方。以后的事回头跟你说。既然唐门有事要办，我也不必多留。 资料收好，告辞。不知您现在是否还要给我和菲儿定罪啊？宋长老，此事是误会，刑堂给两人的罪名就撤了吧。好的。菲儿、啊，你成了龙组成员，是我们唐门的骄傲。不过，你身为唐门的人，你就要遵守唐门的规矩。 别的不说，就你偷盗紫金双生草一事，不可接过，还得重新审判唐金飞。这个老钱铺就没打算放过菲儿。是，紫金双生草为本门圣人。世间仅此一枚，唐金飞必须赔偿。宋长老说的极是，这样彰显我们唐门的法度，菲儿、啊。 这是刑堂网开一面了，希望你能够理解。不知奶奶要我如何赔偿？菲儿，不是奶奶非要责罚你，这株圣药是为你爷爷准备的，他练功走火入魔十年了，这株神草是为他醒来做的准备啊！唐京飞此举简直不孝，没赶他出堂门，只要他赔偿，已经很便宜他了。 老太爷要是知道，怕是会打死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到会是这样。这株紫金双生草是我养了十年，侥幸才养活，却被你偷走。你呀、啊，犯了如此大错，你如何赔偿？还请奶奶责罚。你要我如何赔偿，我都愿意。从今往后。 我会走遍天涯海角，不惜代价寻找紫金双生草来救爷爷的。既然如此，从今天起，你去寻找紫金双生草。你手上掌管的东堂门事宜，我会重新派人接管。你放心，等你归来，属于你的产业会全部归你。这个老妖婆给菲儿下了个大毒，东堂门要不是有唐青飞撑着，早就废了。 他把手下产业交出来，东堂门也就到头了。多谢奶奶，明日我就出发。就算要我走遍天涯海角，我也一定要找到紫金双生草，让爷爷醒过来的。你会陪我一起吗？多谢奶奶，明日我就出发。就算要我走遍天涯海角，我也一定要寻到紫金双生草，让爷爷醒过来的。 你会陪我一起吗？不急，我先跟奶奶说两句吧。他怎么知道我对老太爷下的这种毒？您觉得我这个古方如何？这古方的确能救老太爷。<laughs> 想不到啊，我唐门医毒闻名天下，十年难攻克的难题。 竟然被你一下子解决了！我楚家世代行医，知道些古方不足为奇。陈帅也是看定了我们楚家这边。既然楚雨能让老太爷醒来，菲儿、啊，你就不用再去寻找紫金双生草了。多谢奶奶。既然古方有用，不知晚辈可否讨个赏？这个臭小子不仅威胁我，还在拿龙祖狐假虎威，实在可恨！哼 <laughs>。 果然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，一副小家子气，还要讨赏。楚云，你干嘛呀？奶奶意下如何？你要什么赏赐？我要替东唐门讨回东西药谷。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东西药谷是我西唐门的。子言差矣，东西药谷本来就是我们东唐门的。 是被你们西唐门抢去了而已，谁让东唐门守不住，被人抢了也活该。东西药谷为唐门第一大药谷，事关重大，而且还涉及到东唐门、西唐门的债务之分，我也不好擅自做主。无论如何，东西药谷必须归还东唐门。放肆！谁允许你这么跟奶奶说话？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有龙祖罩着就可以耀武扬威吗？唐婉柔。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，退下。这样吧，东西药谷这些年都在西唐门手下，西唐门精心耕耘，也费了不少功夫。东唐门想要东西药谷，那就按照唐门的规矩，比武斗法，三局两胜，胜利的一方拥有东西药谷。好，我代表东唐门答应此次比武斗法。既然如此。 那就这么定了。至于怎么比，比什么，我要跟十大长老商量之后，然后再公布出来。好吧，既然菲儿都答应了，我也不好跟他多说什么。今日之事就到这里，散了。你当真让我刮目相看？那当然，这回知道我没有说大话，没有添乱吧？ 我之前也是担心你嘛，谁让你这么深藏不露，竟然胆子这么大，敢要东西药谷。百年前圣火教跟唐门争夺过东西药谷，既然圣火教有余孽在，定不会放过东西药谷。所以你想要东西药谷，引蛇出洞。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，就看能不能抓到这个大蛇。我不过是凭着紫金双生草，说出了唐老太给老太爷下的毒的药方。 没想到还真是如此，唐老太的身份有问题。你在打什么哑谜？啊，对了，菲儿，我怎么觉得唐老太对你们东唐门意见很大？我爹是外室所生，并非奶奶亲生。自我记事起，我们东唐门一直不受奶奶待见，所以这次比武斗法，奶奶不会轻易让我们赢的。少主，关于比武斗法，总部那边来消息了。 第一轮比武，唐宋；第二轮论道，唐文；第三轮银针刺穴，唐州总部那边问我们东唐门派谁参赛？唐门三大绝顶高手，这些都是整个唐门用家族资源堆出来的高手，让他们来比武斗法。要是输了，我们东唐门会被瓜分。他们真是太可恶了。对了，楚云，明天我们回去东唐门，带着爸妈、思聪，我们宣布脱离唐门。菲儿、啊。 我们赢定了！你看，我们东唐门这边，第一轮比武，唐青飞；第二轮论道，楚雨；第三轮银针刺穴，还是楚雨。你去回了总部。可是，嗯，按照他说的，你去回了总部。这是我练的丹药，可提升武道修为，助你突破成为大宗师。 第一轮的比武不用担心，输了也无妨。三局两胜，后面两局我有把握、嗯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哈哈哈，东唐门跟西唐门比武斗法，争夺东西药谷，我身为东唐门的门主，当然要到场了。嫂子，好样的！ 你要是能帮忙东唐门赢了这场比赛，我就勉强认你这个女婿了。姐夫必信啊！那就拭目以待。<是>看到那个小白脸没？据说他就是唐金飞的老公。唐金飞这是被猪拱了呀！这小白脸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，我一拳就能把他打趴下。 唐金飞不知道被多少猪拱过了，东汤门这些年入不敷出的，一直没人找，肯定是他睡出来的。老婆，不用理那些乱叫的狗，一会儿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就全部都会被那里。姐，我们西汤门打算在龙须沟和三里地中间选一个炼药厂，你觉着哪里合适呀？唐婉柔，这就生气了？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们东汤门的总部。 都已经在我们的规划范围内，打算建一个商业区。你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瓜分我东唐门了吗？是又怎么样？唐宋、唐文、唐周，唐门三大绝顶高手，你们惹得起谁？告诉你又何妨？你们东唐门的全部财产，我们已经做好了划分，并且达成了协议。谁说东唐门会输？小白脸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 你倒是主动送上，等东堂门倒了，我要你好看。现在就开始第一轮比斗，唐金飞对唐宋。爸妈不用担心，飞儿能赢。我知道你用丹药若飞儿突破了大宗师，但唐宋深不可测，据说已经达到了八品宗师。 菲儿跟他比，差距太大呀！妈、啊，你等着看便是。黄金飞，做我的女人，准备好了吗？你、啊、居然化脓了！嗯 承让。你卑鄙！你居然对我下毒！是你技不如人。嗯呃、唐宋，胜负已分，你输了。唐金飞，你好大的胆，竟然施毒万算！唐门善毒，他连什么时候被下的毒都不知道，还不认输了？你应该庆幸。 菲儿已经对你手下留情了，不然现在的你早就已经中毒暴毙而亡了。楚雨说的有道理，我认为此局唐晶飞胜。第一轮比武，唐晶飞胜。第二轮比武，银针刺穴，楚雨对唐周。第二轮不是论道吗？怎么变成了银针刺穴？无妨。 这是我们唐门的傀儡，他们身上的穴道与真人无异。钢针刺入穴道后，可以用牵线控制。这一场比试，谁控制的傀儡多，谁就获胜。楚云，这一轮我们认输，不比了。为何，伯父？这不是一般的傀儡，这是唐兵，不仅刀枪不入，体内还有无数机关，可杀人于无形。看来，刚刚那场比试我赢了，奶奶十分不满。 想令唐兵杀死楚雨，他怎么这样？看来这老太婆是真想置我于死地，连陈帅在场她都敢。这场放弃，直接比第三场，论道。我同意爸的决定。唐州都已经上场了，你们还在那里拉拉扯扯干什么？哼，怎么怕了？不敢比了？谁说我怕了？菲儿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输。 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要看看你是怎么死的。怎么，连手都不敢握了吗？听说你手上有套紫玉龙王针，如果我赢了，你把它给我；如果我输了，我自断一臂，从此以后再也不使银针。你觉得如何？哈哈哈哈你这垃圾，居然敢觊觎我紫玉龙王针！ 做你的春秋大梦！这小夫太说什么大话，连台上的唐兵都驱使不了，还想要唐州手上的紫玉龙王针？这、哎、唐清飞哪找了个这么怂的老公，简直给我唐门丢脸！要比就比，不能比就滚蛋，不要站在那里丢人现眼。飞<唉>儿，给我放一首华尔兹舞曲。 如何？不如何。楚、嗯、雨，小心！嗯、唐门暗器克星天罗伞，他怎么会有？是我借给他的。楚雨为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既然是唐门的内部比斗，我想唐老太不会想着出什么人命吧？陈帅所言极是啊！不是我夸大其词，就算你有这个心，你也杀不了他。楚雨。 在比赛之前，既然敢找我借天罗伞，就说明他早就预测到这场比赛危险重重。他身为龙啸，岂是泛泛之辈？你们只不过太小看他。楚雨也算是我们半个唐门人，怎么会害他？这些傀儡只是一些普通的傀儡，是唐周煽动唐兵。事后回去，我会重重处罚他。最好如此。 不过我丑话说到前头，楚雨是我龙族战略性人才，他若在唐门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想唐门也不必存在。陈帅放心，我不敢的。是，哼，啊。 你若是不想被这四个傀儡的暴雨梨花针射成筛子，就交出紫玉龙王针。你敢？要不你试试看。苏云，你干什么？赶紧放人！啊、哎，我好像不太熟悉这傀儡的操控之术。要是之前像唐周那样触碰了什么机关，出了意外，我可保证不了，还请见谅。这边是紫玉龙王针，你放过我，子菊。 楚雨胜！哼！太好了！哈哈哈我东唐门已经连胜了两场，这剩下的第三场无需再比了吧？此次比武斗法，东唐门胜。那么东西药谷从今日起，是不是就归东唐门所管？是。这是药谷大门的钥匙。嗯 嗯，嗯谢谢奶奶。已经拿到了东西药谷，不相安无事了。圣药血菩提即将结果，王湖宗门没有谁不觊觎。把消息放出去，全部就等死吧。到底是谁把血菩提在东西药谷的消息放出去的？血菩提，百年前圣火教围攻唐门，争夺东西药，莫非是为了血菩提？是啊，传说血菩提。 可以炼制仙丹，得道飞升，如今加无各大势而已，都对血菩提虎视眈眈。可我们刚拿回东西药果，难不成要还回去、哦？对总部庇佑。现在给回去，唐老太爷不一定愿意接受了，他巴不得唐门全军覆没。他怎么能这么狠心啊？唉，就因为我不是他亲生的吗？不单单如此，我妈还阴。为我猜到了他毒害唐老太爷。 初雨，我有事要回龙都，无法继续留在蜀中帮你。现在东堂门出现危机，你可找玉蛟龙帮忙。干什么的？我来找玉蛟龙。放肆<死>！嗯、龙帅的名讳，岂是你能称呼的？这里是北凉军营重地，岂能容你擅闯？滚！嗯、你你对我做了什么？ 你手吧！我，你他妈疯了！敢在这里打我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狼家李阳辉的副官，你区区一个副官，你装什么逼啊？就算李阳辉亲自来了，我也赏他一个耳光。谁那么闲命长啊？敢在这里大呼小叫、啊！狼将，你来了，刚刚就是这小子，要拿大嘴巴抽你，敢在北凉军营闹事，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？就是。 现在李郎将在此，你当着他的面再打我一下试试？我 <coughs>，你他妈找死！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我今天弄死你！你自己扇自己十个耳光，这事就算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大的狗！东堂门现在就是块大肥肉，谁都想上去咬一口。唐京飞自顾不暇，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会来解救你？ 小白脸，敢在我面前装逼？等玉娇龙来了，你就知道谁在装逼。龙帅的名号也是你能直呼的吗？你最好祈祷龙帅笑的，否则我会亲自了结。因此，唐军飞就是我的女人。喂，陈帅，麻烦你把玉娇龙的电话给我，我在北凉军营，我有事找他。小事一桩。 我让他去找你。你连龙帅的联系方式都没，还敢在我这里装模作样？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十分钟。如果龙帅不出现，那么我就让你消失。看在你这么好心的份上，我也给你指条明路。你带着你的人滚，我就放过你。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 十分钟到，给我打，打死了算我的。我看谁敢！老帅，您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处于擅闯军营，还打了我副官，我正准备军法处置呢。你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。我来找你，陈帅应该跟你说过了吧？你的兵一言不合就要打我,洋洋洋我，还扬言要弄死你。我不过是正当防卫还手罢了。老帅，是他先擅闯军营，然后对您不敬。 我的副官制止呢，想赶他出去，他就动手打人。我自己的兵，我清楚什么样。子。给他俩道歉。道歉？你的兵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，你就这么放纵你的手底下的兵？放肆！你是在指责我御下不严吗？不然呢？嗯嗯、这小子居然深藏不露，能扛住我释放的浑厚真气。你们先回去找军医治伤。 这小白脸死到临头，龙帅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哼，走。你有点实力，难怪陈国安如此看重说吧，找我何事？东堂门要夺回东西药谷的事情，你应该知道。血菩提是武道中人梦寐以求的圣药，江湖中人都在蠢蠢欲动。东堂门如今犹如质子抱金，自身难保。况且南十三省地下之皇朱天佑已经放话。 血菩提，他势在必如果能对付朱天佑，是不是就能保住东堂门？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东堂门连朱天佑都可以应对，其他组织更不在话下。除非他们联手。算了，我还是不冒这个险。其实我今天主要找你来，是想请你派北凉军守护东西要道。不可能。 我手里的北凉军是用来守护龙国、守护万千子民，不是用来徇私。若东西药谷归龙族所有，成了龙国的国有之物，北凉军是不是要守护？唐门可愿意？当然愿意，否则我怎么会跟你开这个口？难怪陈国安打电话叮嘱让我帮。你。看来你是答应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别动！你胸口有恙的原因是中了噬心蛊。噬心蛊？这蛊不发作时，便是五道圣药，能助你修为大涨。 一旦发作，你就会失去意识，听命于下蛊之人。原来如此，北凉军是龙都燕家创立，想通过这种方式控制我，可笑！看来你已经知道是谁给你下的毒。此事是我欠你的人情。东唐门此次耗尽之后，我替你拔了。不过我有些药材的东西要谷里，我需要准备。多谢。这个啊、来，李公子，杨辉。 今天我们一家请你吃饭，主要是想感谢你派北凉军来守护东西药谷。北凉军居然会去守护东西药谷？菲儿，我对你的心意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东堂没有难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<laughs> 还是李公子厉害啊！虽然你在比武斗法中赢了一场，做了点贡献，但现在遇到大麻烦。 你还是什么忙都帮不了。李明辉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明明是我让玉娇龙派北凉军去守护东西药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解决的，你都把龙帅给气走了。楚雨，祸是你惹出来的，幸好我追上去跟龙帅道歉，不然你以为龙帅怎么会把兵派我？楚雨，你怎么能把不属于自己的功劳往身上揽？ 承认李公子比你优秀很难吗？你你别说了，不就是帮东唐门赢了一场比武斗法吗？瞧把你能耐的。好了，龙帅不是一般人，就算陈帅出面，龙帅也不见得愿意派兵。哈哈，不管怎么样，多谢李公子调兵前来相助。姐夫，我无脑战你。 还愣着干嘛呢？东堂门都危在旦夕了，还不赶紧给李公子道谢？找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女婿，真是倒了八辈子霉！让我给他道谢？他 <coughs> 不配！楚雨，你太过分了！裴儿、啊，算了，我不会跟他一般见识。 楚雨，你要这么不懂事的话，就先回去吧。行，你们先吃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楚雨！哎哎，告诉我，是那小子，是不是那天在你的饭店得罪我那个？你是说？ 楚雨得罪了你啊！胆子倒不小，我就会把他爸爸,爸算了。那个龙帅的面子咱还得给吧？那小子不知道为什么受到龙帅的青睐。现在东西药谷有北凉军守着，多半也是龙帅帮忙。月皇，我看你还是忍下这口气吧。现在江湖上谁不知道我朱天佑要东西药谷的血菩提？ 玉蛟龙，他服了我的面子，我的脸往哪里搁呀、啊？老子借机就给楚玉一个教训，你敲打敲打他玉蛟龙。走走，走大家看看啊，这是谁？敢对我儿子不敬，就是他。龙帅的面子我是要给，我来这儿就是简单的警告一下。 你给自己三个耳光，跪地下给我儿子磕头道歉，我会一笔勾销。楚雨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南十三省地下之皇朱天佑。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按照幼皇的话去做，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如果能对付朱天佑，是否就能保住东堂门？可以这么说。 如果东踏门连朱天佑都能对付，其他江湖组织更不在话下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没去找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、嗯。你居然敢跟我爸这么说话！你以为你自己什么东西？我爸已经很给你面子了，你还出言不逊！你现在立马跪下，磕三个响头，我们还能给你一条活路。 扬言要东西药谷血菩提的就是你啊，是我，只要你双手奉上血菩提，我会给你一条活路。唐婉柔，你怎么会跟这种人在一起啊？跟外人一块联系着，怎么踏平东西药谷啊？你少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！跟玉皇合作的目的，就是让总部知东堂门属恶不立之罪，借机收回东西药谷。右皇，他没什么别的本事，就是会说大话。我看出来了，小子。 赶紧给我跪地下磕头赔礼道歉，我放你一条活路。让我跪下赔礼道歉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平时对我出言不逊就算了，我看在唐京飞面子上，不跟你多多计较。现在你居然在幼皇面前大放厥词！你以为你有龙帅罩着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爸在，龙帅他来了也不好使。唐婉柔，你以为你和朱天佑勾搭上了？ 就能拿东唐门怎么样吗？区区南十三省地下之皇，我要这个位置，你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让出来。找死！你今天要是能活着出去，我朱天佑就跟你姓。啊！哼，去死吧，你这个小白脸！赶紧死吧，小瘪三！啊！你到底给我做了什么？给你点教训而已啊。 爆胎一斤散，上古毒药。舒雨，你对我爸做什么？你、哎哎、我毒已经顺着血液逆流而上，不出两分钟就会达到你的心脏，到时候就算大罗金仙来了也无济于事。爆胎一斤散，你应该听说过。上古毒药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就不信你能解了这上古毒药。你居然狼子野心，想杀了幽皇？我当然能解。 你要不信，我就等死。救我！赶紧救我！很简单嘛，你昭告天下，跟北凉军一样守护东西要谁敢来犯，杀谁。我答应你，我都答应你。啊，可是你不就是想要南十三省地下之皇的位置吗？我都给你，赶紧救我！臭小子，等你给我解了毒、啊。 我要你的命！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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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你怎么能跟小白脸服软呢、啊？哎，你看你现在毒也解了，趁现在杀了他、哦！臭小子，刚才老子一直不查，中了你的招，你别给我死！ 我，不，<laughs> 爸，爸，爸，什么爸。我体内的真气运转出去有问题，臭小子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哦，忘了告诉你，瓷瓶上有十香散，无色无味。真气越强的人，毒素越重。你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？想杀我、啊？ 你动我先试试。哎，楚先生，我刚刚只是跟您开了一个玩笑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把解药给我吧。这小白脸下毒的手段，居然比唐门还防不胜防。刚才你不是还要我跟你儿子道歉吗？还不跪下给楚先生道歉！爸你竟然和这这这这小白脸道歉！蠢货，楚先生要想杀人，我们能躲得过吗？嗯 他下毒无形，看来你找教训你儿子还没有。我呸、哎！楚先生，我在这给您道歉了，您大人大量，别怪我了。上赶着让自己儿子给道歉还真是头一回见。你真是个好父亲，楚先生，十香散的解药是不是给我呀？解药在这儿。嗯？怎么？ 不可能、啊！楚先生，你放过我们吧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你说了算。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唐京飞，这是东唐门的东西药谷，难道我进去还要受限？嗯、不好意思，东西药谷受禁，任何人不得私自进入。 你手下的兵怎么回事？我是狼将李阳辉，请放行。我们只听令于龙帅。不是说是你调兵过来的吗？这两人身份可疑，给我绑起来示众啊！任何人擅闯东西要谷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哎，慢着，这是我的证件，我真的是狼将李阳辉，也是龙帅的手下。我们御龙卫只听令于龙帅一人，不受北凉军管辖。你是北凉狼将也不行。哼，李阳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你手下连你都不认识，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。你听我跟你讲，见此令如见玉蛟龙，参见龙帅。以后见到他放行。是。啊啊！你带我一起走啊！我还在这儿绑着呢。真的是你找龙帅帮忙的。现在你相信我了吧？抱歉。 只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明龙帅被你气走了。我跟龙帅承诺过，东西药谷属于龙族，回龙国，他们有使用权，这他才答应来帮我们。我这边倒是没有什么异议，只不过总部那边会答应如果东唐门一统唐门呢？你在说什么？东唐门现在都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了，哪有能力一统唐门？菲儿，你放心吧。 现在都知道北凉军镇守东西要道，江湖组织的人都不敢擅闯，却偏偏有人不怕死，也只有圣火教的人敢如此胆大妄为。雪菩提，那人手中是雪菩提。梦中捉鳖，你果然不负众望，我等这一刻等好久。来了，唐老太。你说那黑衣人是奶奶？ 这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。百年前，水火教同唐门争夺东西药谷，为的就是这血菩提。百年后，血菩提重新结果，神火教又怎会错过这次机会？你没事吧？无碍。曹老太，我劝你束手就擒吧。这东西药谷早已是天罗地网，进来了就别想出去。江湖中人谁不想得到血菩提？你们这群废物，没能拦得住我夺取血菩提。 所以推到灭亡百年的圣火教身上，哈哈哈哈哈！很快你就会承认自己的身份。小白脸，就你废话多，拿命来！出去小心，快闪开我！我为什么动不了了？我早就已经提前在雪菩提上下了毒药，不然你哪有机会那么接近雪菩提啊？那些御龙卫都是吃醋的，是他们故意放水，才让你有机会接近雪菩提。哼、嗯。 真的是你？是我又如何？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东西药谷。莫非你还留有后手？当然，你以为找了北凉军守东西药谷就万无一失了吗？你身体里的噬心蛊也快发作了，到时候你受制于我，北凉军只会听我指挥。是你给我下的蛊，你是燕家人。 告诉你也无妨，我乃圣火教圣女，当初被燕家人所救，后为报答救命之恩，将圣火教的噬金骨献了出来，没想到会在你身上遇见，是天助我也！哈哈哈哈哈！圣火教圣女，那我爷爷昏迷这数十年，也是你所为？你找的这个小白脸，不是早就猜到了？怎么，他没告诉你？ 我只是怀疑，但没有证据。他给爷爷下毒的最重要的一味配方就是紫金双生子，即使爷爷醒了，也会对他唯命是从。如此一来，他便能控制整个唐门。看来他是想借助唐门复兴圣火教。被你看破又如何？现在我控制了玉娇龙，都一样。<laughs> 主<住>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的死期到了，让他们的所有人都死，让你的人不要阻拦。你确定朱天佑会帮你？你的死期到了，还敢嘴硬？臣见楚皇，怎么可能？我来之前收服了朱天佑，他让位于。 我楚雨才是南十三省地下之皇，吕小龙，让你的人杀了他！哼、嗯！哼、嗯！哼、嗯！哼！区区赤心骨而已。不可能，赤心骨是圣火教的秘法，你怎么会去骨？来人呐！ 把他带出去。是。东堂门的危机，楚雨竟然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解决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的死期到了，让他们的所有人都死。让你的人不要阻拦。你确定朱天佑会帮你？你的死期到了，还敢嘴硬？全奸楚皇。 怎么可能？我来之前收服了朱天佑，他让位于我楚雨才是南十三省地下之皇。吕、嗯、小龙，让你的人杀了他！哼、嗯！嗯嗯 区区噬心蛊而已，不可能！噬心蛊是圣火教的秘法，你怎么会去蛊？来人呐，把他拽出去！是。东唐门的危机，楚雨竟然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解决了。圣火教圣女唐老太由我龙祖收监，留在唐门的圣火教与残余。 我会依次拔除，若有违抗者，立即斩杀。唐老太怎么可能是圣女？分明就是龙祖为了控制他们编出来的理由。放肆！你们想造反吗？父亲，爷爷，爷爷，陈帅所言皆是事实。 昏迷十来年，皆是遭他毒手。从今往后，唐彩娥逐出家门。我能醒来，多亏楚雨。爷爷过奖了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我昏迷十年醒来，如今唐门已是四分五裂。如今我年事已高，先决定传位于唐景飞，由楚雨辅佐飞儿。 一通唐门，爷爷，楚雨并非唐门中人，凭什么由他辅佐？凭他是龙祖的龙啸，凭他是我玉蛟龙的救命恩人，凭他是我凤凰银行的大 boss，凭他是南十三省的地下之皇。